喂，这里复刻蜜雪冰城啊，先准备40颗柠檬，酸出一盘口水没？多一点也没事吧？不可以啊，要这么精准吗？去籽，留籽也不行吗？放杯里倒，大力水手小小的，放12个冰块，夏天得囤点冰啊。55毫升果蜜，不敢多倒一毫。700毫升水，我就说500毫升，我得再接200毫升。舀50下，舀了就会更好喝吗？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？哇，一模一样，赶紧试试。喂。干嘛？教你自制绿色心情啊！先拿5块绿豆糕，幸好我没吃完。捣碎啊！直接吃不香吗？你也放大力水手。大王仔，多嗦一口。倒多少？1/4，生怕多倒。赶快搅拌，我搅。搅拌呢？依我学我搅。倒入模具，冷冻2小时。乖乖倒入。火平，去冷静冷静。可以了。味道一模一样，赶紧试试。喂。能喝旺仔啊？先带2个鸡蛋。这么晚了吃鸡蛋？倒旺仔，倒多少？半瓶啊！乖乖倒入，赶快搅拌。这是啥啥啥？搅拌啊！我站起来，炫炫炫。倒入蛋挞皮，又没看对了吧？放蔓越莓，幸好又买了一些。空气炸，180度，15分钟。空气炸起来，可以了。哇，蛋挞这么简单啊！多一口，蔓越莓子还好吃，赶紧试试。